乾坤啊，再发烧啦，因为呢，现在全球啦，都是笼罩在这样气候不调，大地告急，美国山林还是呢火灾情形，已经呢烧，这个火点呐、啊，已经一直靠近，一直靠近啊，这人居住的地方。所以说来，到底在那么的大的城市里呐、啊，现在呢，能不能保得平安呐、啊？过去的人常说了，水火无情，我们现在呢，总是要以最最虔诚的心，也要提高警戒，如何能防预防准备，但是呢每当失去了虔诚的心，当人人要多花心力愿呐，也愿力是很强，但是呢，人少力弱，人呢就了力都弱了，要人多才能力强。看看，真的是世间告急，大地告急啊，大乾坤的会不能，真正是在发炎嘛啦，火烧啦，这在我们的人的小乾坤啊，叫做肺炎嘛。在大乾坤呢，三拿啦，一滴滴的发烧啦，总是火在烧，就在整片的这里树那，都是呢一片的灰海，赶快像火海一样，多少多少的消防队啊！打火要熄灭，很危险，也有不少人为了救火而牺牲。的确，这只是一波呢，是灾难。但此呢，这样的火灾一次一次呢，再烧，意外啦，我们。地球的温室效应呢，也是不断的提高，这总是呢高压笼罩了整个地球的高压笼罩起来，这地球真正是在了发烧啦，这不是形容词啊。真正的在告急啦，南北冰山呐、啊、都在融化了啦，这看到吼真担心啊，所以啊，地球告急了啦，我们呢真正的要提高警觉啦，要戒慎。最重要的还要虔诚啊，这最胜虔诚，虽然这样天天的呼吁着啊，真正是吼，讲话个已经无声啦，真正的声音要出来都有困难了啦，这种感到这烟雾啦，
火红的火啦，都是啦，在这样的地球上一直在发生。此劳呼吁大家要虔诚，呼吁大家呢，真正的要用虔诚的活动，赶快启发出来。不是跟他讲哦，师父叫我们虔诚，有啦有啦，我嘛有伫咧念佛啦，有啦，我虔诚啦，安尼是无够啦。爱声音爱出来，大家人呼吁人啊，呼吁人，伫生活的规律啦，要做一份减碳的警惕，减碳的警惕啦。大家说推树，有树吃树。自己会自我时常警惕哦，我今天是树呢啊，要收敛一点。我今天是斋戒哦，那我要多做好的事一点，多做一点，终身如树啦，就终生了行善，这时常天天自我警惕啊，也是呢，要现在消弭灾难，非灾戒不可，不要造杀业。因为你吃了，虽然你没有直接去杀，可是你吞食，你消耗它，那遐生理人呐，非杀不可。所以人人呐、啊，不吃就可以不杀，这也都是呢，就是拯救众生的菩萨，众生中的贵人。你如树，也是救众生的贵人，也是菩萨。总而言之，在生活中。生活中实在是很简单啦，但是人的意念会造成这么多，所以请大家要用心，要多定下心来，多思考，这叫做思维修，思维，这叫做禅定，禅定是在生活中时常自我警惕，而且呢，好好的静思维，心静落来，好好来思考，甲咱生活、甲生活有关，咱好好思考，我们可以呢，平凡呐、啊，过一天，过一年，啊，过一世，咱会当。平平凡凡过，也会活得呢心安呐、啊，心静安，而且呢很轻松的过日子。所以，请大家要用心，要好好的把握人生呐、啊，好好的多造福啊。那做好兼作业。安尼呢，才有福通好积啦。啊，那无吼，你做一分的福啦，但是呢，那做一分半的业，安尼呢，做无够度啦，那有法度顿呢？师父定阿讲，爱做来顿，那都唔通呢，业的这个烦恼该流掉去，这个烦恼。咱就是爱赶紧紧解去除，那烦恼就是漏掉功德。咱做善事啦，做无够呢，增加烦恼的业。所以咱烦恼爱不断除，善爱不断顿，安尼呢，
咱才真真正正会当造福真群，也也家己呢，敦福积福做善业，总是呢爱的能量，爱咱心平静落来，所想的所做都无偏差啦。哈、啊，时间过得紧啊，请大家人呢啊，师父讲的话，爱用心听入去啦，这叫做反省哈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人也爱多时刻来自我反省哈。那时时持斋多忏悔啊，时时多感恩啊，祝福大家人感恩啊。